被封了，被封了3个小时，现在才上。过来看直播了，好的呢，么么哒哟。没想到我还播是吧？但是不播不行呀，我想过这个粉丝团，好难呢。看一下啊。咋样了呢？播到早上，不睡了，疯了，已经睡都不想睡了，连睡都不想睡了。感觉有点不清晰呢。对呀。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相机，感觉久了它有点就是虚焦，因为刚刚我都不在。感谢开通的超粉。说电量不足啊，就是，奇奇怪怪的。讨厌。召唤什么？等一下好吗？等我准备一下好不好？你不要着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头发就这么僵皱着，哎呦！头发就这么僵皱着吧。
允斌还挂在直播间，给小贾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宝贝，谢谢小贾哦。你也整点双人哦，那是今天我，对啊，我是十二点到，十二点到两点钟，但是我今天逼累了，就改了时间嘛，稍等一下吧。不理你，没有没有，好了，不能看手机了。龙宝宝开通的，感谢龙宝开通的初爱守护，谢谢宝。哇，这大半夜的，这惊喜还挺多啊。幸福了，幸福了。每天都被停，没有啊，昨天就没有被停播，昨天没被停播，但是你没来吗？是啊，就是昨天没有被停播，但是昨天你没有来。
时时刻刻的联系下。彤彤的米浩浩 ，NY 你的弹幕还没开呢 ，NY。感谢贝雷特的魔法书，记得联系彤彤的米浩浩。冷静素，冷静素，把身体冷静素交给董老师。让童老师帮你好好的放松一下。
什么身份啊？你的小耳朵是不是很放松？所以说，亚萍老师好好的给你上课。感谢宠惠哥哥的泰迪熊。怎么了？怎么打一个问号呢？怎么了，醉哥哥？只要你不是细狗就可以。老师来教你，
谢谢千年国王，感谢你哦，辛苦了。
开始上课哦。戴上耳机听，更加神奇哦！戴上耳机，好好听课，更加神奇哦，贝瑞宝贝。彤彤的米哈哈，哦，米哈哈的彤彤带一个红色管子的那个，米彤彤的米哈哈，记得看一下后台消息哦。
小哥哥的一本书说，联系一下米哈哈哦，开启解药。注意看一下后台的消息啊，或者主动联系一下彤彤的米哈哈。舒不舒服？很舒服啊。那就快点闭上你的小眼睛。吃了，彤彤加油！我们说，等着哦。晚安呢，小宝宝。是柠檬宝贝的七十年级的荧光棒。
双胞胎，是的，双胞胎。是咳的咳的不发说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联系一下彤彤的米哈哈。殿下，好兄弟哥哥的魔法书。
息一下，守住你哦。谢谢蓝心哥哥的魔法书，感谢蓝心哥哥的叔叔，记得看一下后台的信息哦，或者主动联系一下小助理。
这就是他王者荣耀的臭头头。真是太累了，我不想蹲起来。叔叔，开启解药。